你看我刚才打这个电话，打了一个电话是这个 security guard 的电话，怎么就没有留下这个 call log？ 那 security guard 这个 university mall 的电话438开始的，好像记得850438开始，这电话上没有留下来。看，现在是2018年4月5号下午快到3点的时候，我现在我来找人来看看，本来想找这个 university mall 这个 security guard 来看看这个我车被开锁的现场。还一直没找到人，平常有 security guard 开车在巡逻，今天就没有看到了。电话被侵入，除了能打 emergency number 打911以外，我其他电话都不能打，其他电话没有一个可以打的。看850啊4369630，这是 Scambia， 看有这么一个设置，这实际上是被我电话被侵入，电话被干扰，然后呢不能打任何，包括这个 Sheriff's Office non-emergency number， 我刚才打的就不能打了，这是本地号码，我不能打，不能拨任何号码，本地任何号码都打不通。啊，是打一个朋友的 friend， 也没有打通，也不能打通。而现在车就现在是开锁的状态，根本就不能找一个人来看一看。警察是不来嘛？警察不来，我可以找这个 security guard， university mall 的 security guard， 一直找不到人，应该有人来看一看，在现场才好。2018年4月5号下午。